天气实在太热了，来做一个一看起来就冰冰凉凉的气泡水捏捏乐吧。先在卡纸上画上草稿，然后再用马克笔给它填充上颜色。这一个我画的是蓝莓气泡水哦。世界是从没见过的星际，珍藏的记忆都装进背包，回首告别旧时光的美好。上好色之后，就可以把它叠加在另外一张卡纸上，剪出中间的镂空位置。这里我用的是史莱姆，没有史莱姆的也可以用胶水或者是直接用清水做哦。给它贴上大的胶带纸，胶带的话要留出多余的位置，然后把它两边给它包起来。这样一个蓝莓气泡水捏捏乐就完成啦。我还做了一个葡萄气泡水的捏捏乐，大家可以按自己喜欢的水果来做，草莓啊，或者是橘子、芒果、菠萝都可以哦。实在不会做了，还可以@上你的好朋友，叫他来帮忙。